中国成立70年，市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，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70年。当中央、国务院都不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，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互补，相互促进，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健康。经过不断摸索与实践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治未病、理念传播、服务提供、服务规范和治未病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显著成绩。中医药科技创新实现了飞跃发展，中医药原创优势更加凸显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持续加大领导中医药。